华创中心位于长沙环道，楼高23层，大厦外形壮观，景观开扬，玻璃幕墙具时代气息。每层设有9个的单位，面积分别约由638平方尺至到1143平方尺不等，灵活实用。大厦设施完备，共有3部的载客升降机及2部的载货升降机。地下至2楼设有停车场，提供充足客货车位以供使用，方便用户进出。